杨子拿起手机质问佟大为，看清屏幕内容后评论区瞬间热闹了。杨子1992年11月6日出生于北京市，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210级表演系本科班，中国内地影视女演员、流行乐歌手。2002年因出演古装历史情感剧《孝庄秘史》开始崭露头角。说起来，杨子可以说是很多人都知道，可以说是一个实力派的演员了，很多人也特别喜欢，演了很多经典的角色，很多人都把她当成自己心中的女神。就在今年，杨子也是登上了春晚，可以说是实力圈粉了。在春晚舞台上，她也是与佟大为一起演绎了一对情侣，可以说是让人相当欢乐。只见杨子打扮得相当漂亮，正拿着自己的手机在质问佟大为，指着自己的手机说：“你敢说这是我？”只能说杨子的演技是相当的好，把一个女生生气的样子表演得相当到位。而镜头放大看清了手机的屏幕，网友们也是不淡定了，这里边居然是杨子和一个男生的合照啊。而杨子则气呼呼地说：“你没有美颜修图就发出去了，你敢说是我吗？”演得实在太像了，太好玩。